风男万女为情苦，万般连登求不得，借问桃花在何处，烦恼牵线结良缘。世间男女拢向往真挚的爱情，渴望有一个情投意合，能夫妻夫随，同甘共苦，牵手共度一生的伴侣。但要在茫茫人海中找了对的人，无简单，就要靠有东方爱神号称的月下老人穿越千里，化越重重阻碍，牵起双方的缘分。这位红光满面、留着一面白嘴手的慈祥长者，甲伊照着皎洁的月光，翻越这名为昏毒的姻缘簿，找出姻缘奇迹的失婚男女，用一条红线下着两人的脚，配对成双，令天下有情人，皆能终成眷属。红线连系，唔也是两粒相知、相惜、相爱的心，更是一份相伴、相守的承诺与责任。缔结一段又一段永恒不朽的佳话。众神在民间，故事代代传。欢迎收看《封神榜神之传说》，月下老人的故事。上一集，咱讲到蔡姨娘虽然是有钱人的千金小姐，生得阁真水，可惜伊的左手有六支镜头啊！伫个世俗的眼光来甲看，这是凶兆，会影响到姻缘。烦恼家己会嫁袂出去的姨娘，一个人来到月老寺拜拜。祈求月下老人唔通予伊孤孤单单过一世人。其实完全无人去娶家提亲，安尼讲嘛是无正确，只是对方的条件确实拢无介好，或是拜卡，或是下交，阁有一个是青梅，啊若无就是有岁数的老人。娶老爷唔甘宝贝啊做囝嫁予遐人。在心肝内看对方无起，所以拢总拒绝啦。蔡老爷一心要替查囝找门当户对的家庭，偏偏这种家庭的囡仔大部分拢是阿婶囝，品行真歹，同时对方嘛气焰喜娘唔肯娶伊，所以一直到今啊，喜娘的婚书拢无好消息。对于自身的处境，喜娘甲这世人实在是太过孤单了。因为这十八年来，蔡家唔也无发生任何意外，蔡老爷的生理版图也愈做愈大，可见得六支手指会遭到厄运的传闻，根本是无稽之谈。喜娘也站在树底下，埋怨过父亲，因为父亲太过挑剔了。可是转念一想，父亲也是为了家己好，伊阁有啥物好抱怨的？只是安尼一日拖过一日，终究毋是办法。但拖到了适婚年龄，到时候连半个上门讲亲的人拢无，迄样岂不是阁较吃难吗？因此，喜娘做事又想后，决定瞒着爸母，乔装成阿宽的模样，独自走去管老师，祈求姻缘早日到来。喜娘非常有诚意，先到附近的市集买了鲜花素果，才去上香。月下老人看这位姑娘十分顺眼，便按照老方法，化身成一名算命先生，在元老寺的外口摆摊卜卦，声称疗事如神，果然成功吸引住喜娘的目光。喜娘马上拎出一锭白银交予算命先生，接着客气地问说：“大师，请问我的姻缘
何时才会出现？又会伫倒位出现呢？算命先生退回金鸟，当时开嘴讲：“我是咧做善事，唔是咧贪财，我唔收你的钱。”然后算命先生庄家好像真有迄样一回事的模样，询问了蔡喜娘的生辰八字，随即相感美客，提着手仔，摇头晃脑了好一阵啊后，才对喜娘说：“你唔免烦恼，唔通着急，你的真命天主真紧就会现身啊，而且伊会主动来找你。不过，你不必爱记咧。第一，挑选另外一半上重要的是对方品行良好，甲你情投意合。其他的拢是次要的考量。第二，伫缘分还未到来之前，你一定爱加做善事，千万未使只靠着家己家大业大，就嫌贫爱富。”以谋出人，或者你会错过这段姻缘。喜娘听了相当欢喜，赶紧点头回答：“会啦，我绝对会加做好事的。就是唔知影我以后的夫君会用怎样的身份出现，也请大师会当指点一二，我也好认出来。”去了算命先生听完。既然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回说：“甲你讲也无妨啦，但你会相信伊是一个乞丐吗？”此话一出，喜娘当场硬住了，随后回过神来，口中喃喃自语讲：“乞丐怎样会呢？”喜娘无法形容这个时候的心情滋味，只想阁加问一挂有关于家己未来夫婿的状况，想袂到算命先生立刻挥挥手，爱伊紧走，也对伊讲：“你看，我才拄提醒过你，你又袂记得了。你安尼家己系真细粒的老爸，阁有啥物无同呢？”喜娘知影，阁问落去也袂有答案。所以礼貌性的多谢后，便离开了。回程途中，伊一边行一边斟酌的回味算命先生所讲的每一句话。突然间，伊像是发现非常奇怪代志同款，大叫：“我明明无提起家己的家世啊！伊如何知影我家大业大呢？”看来这位算命先生讲的是真的。喜娘认定算命先生无骗你，所以自从迄天开始，伊就请啊做好代志来帮助别人，也要求家己爱心存善念，加讲好话，看到有欢喜的代志，爱大方讲祝福的话，袂当有嫉妒别人的心。可是两年拢过去啊。喜娘也是无嫁出去，伊的爸母非常的着急。蔡老爷甚至有一个念头，伊伫咧想，是毋是应该将囝婿的标准降较低一点啊？时间进入了冬天，蔡夫人不幸染着风寒，以后的喜娘每一天饲母亲食药啊，然后将药铺倒伫咧后门的大路。听讲，这药铺予经过的人甲打过了后，就会将病气甲带走，予病人早一天恢复健康。因为这件代志，喜娘去当着一名乞丐。话讲这一日，喜娘才拄拍开后门，便看到一个穿着单薄的上衣、全身阿杂西杂、双眼无神的乞丐。摇摇晃晃的走了过来，乞丐叼着喜娘，伸出准带的手，可是伊也来袂赴开嘴，便昏倒在地。喜娘起初嫌阿杂嫌臭，唔敢靠近，
看了看之后，又疑心不忍，就叫来仆人将乞丐领入厝内，替伊清洗，换上清气的衣服。等乞丐醒来了后，又送上不少食物，乞丐马上狼吞虎咽的吞入腹肚，吃饱饮足后，乞丐的精神状况也好转足济。一边徛伫了身躯，叼着犀牛深深的一鞠躬，对犀牛说：“小姐，非常感谢你的食物，我无法回报你，只会当祝福你健康如意、平安喜乐。我唔敢搁打扰啊，这就告辞了。”犀牛也唔知影为虾米。对这个乞丐总是有一种莫名的熟悉感、亲切感，而且犀牛发觉世事过后的乞丐，既然是一个长相英俊、气质斯文的美男子，佮讲这世上哪有如此彬彬有礼的乞丐呢？伊肯定拄到了意外，才会沦落此处。因此，在好奇心的作祟下，犀牛主动问起了伊的经历，也提出讲有困难的话，家己愿意帮忙。无想到乞丐竟然回答：“小姐，对不起，我只记得家己姓孙，要我在路上拄到一群土匪，被因痛殴一顿，头壳弄掉了一粒大石头，其他的事，像是我原本要去倒位。”做什么？我全未记住了。犀牛听了，真同情伊的遭遇，便走去找父亲讨论，希望父亲会当将伊留落来，找一份头路予伊。蔡老爷起初坚决唔同意，但伫查某囝不停的塞奶请求下，态度也慢慢软化了。后来，蔡老爷看这名年轻男子写得一表人才，又听说他读过诗书，便在内心盘算着，查某囝一直找不到宝家，如今好不容易有一个也算不错的对象直接送上门，是安那要往外送呢？于是蔡老爷答应让年轻人住下来，并且替伊取了一个名字，叫做孙文德。接着，蔡老爷又安排孙文德前往好友陈大佑的家中做教师先生。蔡老爷安尼做的目的，是想借机观察，看这个孙文德的为人究竟如何。月下老人为世间男女牵线，令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，成就幸福美满的姻缘。精彩的节目需要大家做伙来扶持，让丰盛报神之团队月下老人的节目会当继续来推动，请扶持节目制作经费，划拨的号码42274784，号名是丰发改基金会。孙文德开始过新的生活，于是伊伫东家认真教册，暗时啊回来到蔡家。除了继续用功读册，伊嘛会帮忙做一寡杂事，而且伊对待每一个人拢真客气温和，对犀牛嘛会保持一定的距离，真有风度甲礼貌。孙文德的表现，予蔡老爷愈看是愈满意，想法嘛在咧改变。伊认为只要会当真心对待犀牛，予伊终身有一个依靠。是不是出身在有名望的家庭已经不重要了？蔡老爷将孙文德叫来问他说，你来我家也有一段时间了，对犀牛有什么感觉？你敢会在意他有六支手镜头啊？因为他是一个怪胎。孙文德听完脸就红起来了，一直摇头吞吞吐吐回答，犀牛是一个善良的女孩，对我有在座之恩，我感激伊，就拢袂负啊，哪会
用无同款的眼光来看伊呢？蔡老爷接到对门询问的，敢有佮意喜娘？这声询问的一面佫较红啊，一副想要讲又无好意思讲的模样。蔡老爷看了后，内心大开忧愁，就直接开门见山地说：“既然你袂在意喜娘有六支枕头啊，那你愿不愿意娶喜娘做妻子？”不料孙文德听了，却像是受到真大的惊吓同款，赶紧跪倒土脚，对蔡老爷说：“阿舅，你太记挂了。”我是袂在意喜娘的六支枕头啊，毕竟迄个的招来厄运的讲法，全是以讹传讹的谣言，根本无事实证明。但我对家己的过去一无所知，唔知影家世背景为何，以前敢有做作过恶业？讲白，我不过是一个来路不明的流浪汉。你怎会当将喜娘嫁乎我呢？我何得何能啊？哪里会得上意？你若是安尼做，实在太委屈伊了。蔡老爷听孙文德这样一说，更觉得这个囝婿选对了，便笑着回说：“以你的品性，加上我在商场拍喷多年的眼光，我相信你绝对不是歹人。佮讲这几年以来，我看尽了起起落落，这挂经验已经予我领悟着，钱财终究是一时的，无可靠。有好的人品，才值得查某人托付终身。可惜我以前想袂透这一点，因此挑三拣四，耽误了喜娘的终身大事。幸好现在想通啊，爷爷无算慢，所以除非你无爱喜娘，也若无，我是真心希望你会当做我的囝婿。孙文德本来就对喜娘有好感，只是碍于家己的出身，伊加减有淡薄自卑，唔敢妄想，这也是伊始终甲喜娘保持距离的原因。如今可好，伊亲耳听到蔡老爷讲袂在意，自然是欢喜的答应了这门亲事。另外一头，蔡老爷叫妻子去询问查某囝的意思，听到查某囝歹势甲刺着头，无讲一句话，想要笑又唔敢笑的反应后，知影这声是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。便赶紧替两人筹备婚礼，予因伫半个月后顺利成亲。蔡喜娘甲孙文德成亲了后，两个人非常的恩爱，而且孙文德竟然嘛渐渐啊恢复记忆啦。一开始，伊想起家己的名，真卡嘛有一个得意，叫做孙德斌。后来，伊阁想起家己的老厝。在北方，出来啊，赶紧派人去探听，结果传回来一个好消息，讲找到文德的爸母啊，而且也是当地真有名的书香世家。自从孙德斌出意外，因的爸母嘛四界探听囝的下落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，一直到今啊拢无放弃，想袂到。囝不但要我嘞，佮娶一个贤惠的美娇娘，两位老人家非常欢喜。孙德斌赶紧带着妻子回去到故乡拜见爸母，原本伊的心情也七上八下，担心相亲会气焰喜娘有六支枕头啊。烦恼着要如何劝说爸母接受喜娘，无想到伊的担忧全是多余的。
因为两位老人家不但一点啊也未在意。管理表示，这一切拢是天意。原来孙德斌细汉时候，爸母曾有意替伊安排娃娃亲，可是最后拢无办法成功。孙夫人挂念着囝儿的终身大事，便去当地元老寺问姻缘。当时求得了一支签，该签的道士甲孙夫人讲：孙德斌的姻缘无伫遮，是在千里之外江南。又讲天下的无完美的人，只要对方甲囝儿情投意合，做爸母的就爱祝福因。唔通用世俗的眼光去干涉，更唔通去拆散因。孙德斌早已听喜娘讲过，当年那段在元老寺外的神奇经历，如今又加上母亲的话印证，让他深信这确实上天注定的姻缘，也让夫妻两人更加珍惜这得来不易的缘分。互相包容、体谅，十分恩爱。几年了后，孙德斌去参加科技考试，金榜题名，成为一位官僚。伊为官清廉，爱民如子，受到百姓的爱戴，好人自然有好报。后来，伊甲喜娘生三个后生，三个祖囝，每一个囡仔拢真优秀。也真有出息。孙德斌感念蔡老爷当初对他的照顾，就将丈人和丈母拢接过来做伙住，两家人拢和睦相处，成为地方的美谈。今天的故事咱就讲到这，感谢你的收看，请继续收看《红心本神之传说》越南老人的故事，咱下回再见。看精华，听焦点，一起来聊月下老人的故事。大家好，我是佩晨。蔡喜娘的左手生了六根手指头，被世俗的眼光当作是凶兆，影响到了姻缘。她担心自己会嫁不出去，就瞒着父母，乔装成丫鬟，独自跑到月老祠，祈求姻缘早日到来。月老也化身成一名算命先生，告诉喜娘，她的真命天子很快就会现身。不过在这之前，她一定要多做善事，千万不可以嫌贫爱富、以貌取人，以免错过这段姻缘。一个身穿单薄的上衣、全身脏兮兮的乞丐，摇摇晃晃地走了过来，朝着喜娘伸出了颤抖的手。可是他还来不及开口，便昏倒在地。喜娘起初嫌弃张硕，不敢靠近，看了看之后又于心不忍，就叫来仆人把乞丐抬进家里，替他清洗，换上干净的上衣。等乞丐清醒之后，又送上了不少食物，乞丐马上狼吞虎咽地吃了下肚。蔡老爷在女儿不停地撒娇请求下，态度也慢慢放软。后来蔡老爷看到这名男子长得一表人才，又听到他读过诗书，就在内心盘算着，女儿一直找不到婆家，如今好不容易有一个不错的对象直接送上门，可说是求之不得的好事，就答应让年轻人住了下来，还替他取了一个名字，叫做孙恩德。孙恩德成亲之后，记忆逐渐恢复了，想起自己原本的名字叫孙德斌，就赶紧带着妻子回去故乡拜见父母。原先孙德斌还很担心双亲会嫌弃喜娘的六根手指头，烦恼着要如何劝说父母接受喜娘，没有想到他的担忧都是多余的，两位老人家一点都不介意，反而表示这一切都是月老冥冥之中的安排。感谢您今天的收看，三分钟聊月下老人，我们下次再见。
湿心活拢献花，玉皇大帝伫天顶，地间诸恶好众生，众生献花在民间，故事精彩代代传，好请众生来保庇，奉献本上帝。上界讲义气，义出高明是大道公，在真也叫做着公明，文在心如你感觉荒迷，为明八方是上帝公，八仙过海电神通，三清道祖是教主，主管三界化万物，爱吃甜，你是上心爱拜祭，两手菩萨有两经，文武相传大汉拢会通，寒山拾着真好啊，亲像白镜古白相打，三太子你落车骑风火轮，伊上盖下你落骨都大大，我欢喜什么拢唔惊。先风也像落叶生花，做好做歹伊谁知影？车卡大仙人望山，世间代志搁要定当。土海人谁爱拜妈祖，想好伊人平安免烦恼。因祖地父母阎罗王，若是做歹伊头一个知。放空唔通了心来做歹，卡踏实地求众生来保庇，予恁无烦无恼。